对啊，那个比较有啊，快有啊，啊，刚刚有一颗啊。就这一颗，然后轮椅黑他刚马一赫次拿嘛。过11颗，他已经不把这一哎呀，颗放在眼里了。对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以前的哈基那、啊、不怎是么？这样哎、因为哈基每一颗毒马铃薯都会很好的保护他。欸，对啊，你知道以前抽奖都是靠毒马铃薯哎、毒马铃薯也太难了吧？几率很低、他自己喝钻石啊？5颗？对啊，所以那个真的是随缘的啦。那不用特别去解你看，你挖挖矿还可以挖到毒马铃薯哎、欸。你看啊？音乐，为什么？你看音乐，因为呢？哦，音乐有都个是废话挖来车。的。对啊，我这现在身身上有，满了满了。哎呦，我又捡到2颗钻石，好爽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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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种子哎，有南瓜种子、甜菜种子。他记我可以拿我的头颅吗？你的头颅去买箱子啊，20块就有了。哦，是哦，对，好。哦哟，这里是末日是不是啊？僵尸也太多了吧！烦哦。哦，不到了，这真的是超没效率的。还好吧？哎 欸，我这里捡到一颗，给你。就2颗，好了，食物都送你，你可以不愁啊 死的。耶！我不用再吃烤鸡了，你不用再当烤鸡烤退休了。哇，烤烤鸡，难怪我每次找不到烤鸡都被你拿光光。他是鸡大老就鹰在我家旁边他是呢。大老鹰啊，你忘了吗？是大老鹰对这样。啊。哎、欸，傻眼，你比我还可怜呢、你自己至少家里面有东西可以吃，欸。对啊，我肚子饿，外面捕个鱼就有得吃了，你。你什么我都没旁边的老鹰啊，不是小鸡啦，你隔壁旁邻居边的就老有鹰，个湖旁边可以的老捕鹰，鱼。你要捕同类的部分。酱油那边不是有那个吗？有鱼可以捕。好像有哎、有个当会。这里还有一个可疑的汤，我喝看看好了。喝喝看啊，你还看是敢乱喝啊？耶！有尿尿的味哦！说你尿怎尿么嘞？了？你尿尿你怎么了？然后我你尿开尿门！了哟！你尿尿了没有？你开门一个苦力猫在我你尿面尿前了呢、原来你尿尿了，我尿尿我的尿尿了哟！你在尿尿？你讲的啊？刚很像，我尿尿了哟！你尿尿，我尿尿的嘞哟！好，好好笑。毒马铃薯放了2、3颗吧。放冰箱。传送点我就把它登记上去啦，一个耶，村庄吗？村庄，对，哦，付1500哦，太远了吧！我就靠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掉狙啊！这骷髅，哇靠，太远了吧！哇塞，哇，你这太浮夸了吧！太浮有夸了点夸张啊，很疼你的洞啊！怎样啦？啊，你的洞，有点夸张哦。你的洞有点夸张。对啊，会跳色的骷髅，哎，好强哇哦！这不愧是我养的，难怪你说跳狙啊、跳狙，超可怕的啦！不愧是我养的呢。耶！你说出耶？发，妹，耶！警官太诙谐。哎呦喂呀！好，吓死，没事。怎么了？差点死掉！哦，高空作业真的是很痛苦哎。最讨厌那一座是什么？灯哪塔？里？不是，我还在盖它的啊，枫叶。你是不是想加个零什么的？没有，只有你才想到灵骨塔。我没有还说有过还有你。Bobo 啦，还有 Bobo，还有 Bobo。对，你们两个心里都只有灵骨塔。我们还有车。嗯，对，车，你们只有车跟灵骨塔没了。对，断罐，灵车，灵车，灵骨塔跟灵车，天哪，真是天哪！哎呦，哎呦，我下去挖矿好了。你村庄，不，你别想打问号问号，你找自不己讲的好吗？哎呦呀，啊，到啊，繁华森林，后团。什么都没有团，你在学他的讲话我什么都没有说团，这个笑声，你好开心哦！
你好开心哦。没有，因为很好，因为很好，因为很香。开心哦。因为很香。太开心了吧。好开心哦。哦，我不开心一草了啦。不开心一草。他很喜欢这样讲，不开心一草的。不开心一草啊。哦，不开心哦。只是想要把字接起来而已啊，不开心，就硬要把字接起来。不开心，你在找还在找猫哦？对呀、啊，还在找那两颗钻石。哦，我差点，哦，我差点要扮样错了。可丽尔是不是？再可啊！可丽尔啦，我差点，请要按下去，请自己身上带着打火机好吗？真的，不要乱。就不要用指令死掉。对啊，不要摔一摔死掉就好。对啊。哦，等一下。那我戴眼浆。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啊！死了！我看到我等一下，我刚刚的画面看到有人从那跳楼的现场，我看那个东西掉下来，好恐怖！好可怕哦！人家没有那个保护，你知道？我刚打开箱子看到啦。哦哦，太可怕了！哦，团，妈的！这笑太开心了吧？好可怕！这太开心了啦！爽了！基础笑水无效果。哎、欸，竹子怎么变那么少了、啊？我怎么记得之前竹子种很多啊？种被砍光光、啊。你问老鹰啊？就被砍光光，然后没种回去哦。老鹰对啊，老鹰只砍一次而已，然后没种回去啊！哇塞！哎呀，种竹笋吗？还是什么？种你拿竹子种回去、啊，你可以从第二个敲不是吗？对啊。哦。嗯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谁？哦，猫的声音。猫的声音。哦，我找到我的猫了。喵！好不好？一只。哇！换怎样？男生学猫的声音像是啊。喵！喵！喵！猫！猫！喵！有没有听过那个像最 man 的猫叫声？有。猫！宝！宝！我一直以为那是配音的、欸。那好像是真的吧？对啊，就是真的，那是真的。有影片说他是声带受伤。对。哦。就像不是还会说什么巧克力的，巧克力，不要，黄色葡萄，红色葡萄，这个好舒服啊，奇怪，艾莎雪龙，哇，艾莎雪龙，坏，哎呦，把一次把它那个全部讲完，真的。别忘了，明天还要跟他玩游戏哦。哦，我明天不会听到啦。哇，到时候有人要去讲了，对，要告状了，要告状了。巧克力说腰胸摔到了，巧克力说腰胸摔到。巧克力讲腰胸摔到吗？你就跑去跟巧克力讲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团团摔到了、哦。告状是干嘛？等一下他会说 care 啊。I don't care。跑到巧克力前面说，哎呦，摔到了、哦。I don't fifty care。找到的猫了啊！我的妈嘞！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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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嘞！男的，男的，男的。马雷是女的啦。马雷是谁？他们最近看啦，他们最近在看的东西。马雷是谁？马雷是女的。马雷是女的。等一下，你挖的废矿是在我们这边附近的吗？因为你觉得那算附近吗？你觉得有一段距离？有一段距离。哎、欸，那我有挖到一个哎、欸，可是这边好像有插过火把、欸，那个是陨月逛过的吧？可是这边好蜘蛛网、欸，没有听到吗？啊，一定要清干净啊！是啦。红色郁金香，哎呦，差三颗钻石喽！哎呦，马雷是男的吧？马雷是女的吗？女的，然后扮男装的那是马雷。
然后另一个是雅什么？被剧透了，小雨。剧透。没关系，他不知道啦。哦，还不知道，没关系的。嗯，这什么？哪一部啊？对啊，哪一部啊？没有，就是最近大家在看的。他们在看火影啊。我们看 Overwatch， 他们在看火影。Overwatch 是不是 ？Overwatch，Watch， 差不多啦。Over Naruto， 对对对。Over Naruto。Over My Dead Body。哎，我真的很好奇是哪一部哎，想看。就 Over Overall My Body。你不是最近买版是没错啦，是没错啦，很好哎、欸，他是没有 body 啦，马就算了，马厩，马不是马厩，马厩带动不回，我想回家了，我可以抽三次奖了，哇，好强哦，夸张。哎、欸，我带你去那个地方，是不是该可以啊？你中介费付一下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我要抽一次。什么？你要抽一次是吗？我不要。你不要？我不要。他嫌弃。他不要啊！哎、欸，我是你，我就抽了哎、欸。可是我现在身上的装还是铁装啊？反正不是要头颅。哦，给我抽是不是？对你给你开箱东西给音乐就好了，然后那个头就是当心的头。等我一下，无法理解。开箱的人会拿到这个头，是上一次的那个吧？上次我不在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？就可以抽奖啊！啊，抽奖是二十颗钻石啊。哎，然后就有头，就会拿到一个头，随机一个人的头吗？不是，拿到工具一个工具，工具，然后附带一个头给你。嗯，拿到一个工具，中。哦，一样很好。那工具是还算不错的工具，只是看运气。不一定。怎么还算不错？不好，你要石头。石头。运气问题。对。什么烂东西？现在我就拿到很好的啊，我拿到锋利四掠夺三的钻戒。哦，之前啊，就是上一次对啊，上一次抽就是运气问题，运气问题了，雨夜不 Q 哈，Q 不 Q， 你只是被电了而已。我等下去他家底下放岩浆，你去放岩浆，我就要开始去收集做 TNT， 然后家里就到了。我就要转职了，我从建筑师转职成那个了，艺术家。艺术家，爆炸。那你知道什么叫爆炸的艺术？合理，嗯，合理。嗯，哎，我回来了，要不要按下去嘞？耐久三十等，会不会附到其他东西嘞？耐久三，就只有耐久三，就耐久三，按，捂一下嘴。不是真的很容易出哎、欸，是最近后来的真的很容易附到一点食物，真的很容易出单一属性，真的假的？嗯，真的注意到。来哈基试试看，你都讲这样讲了，我很怕、啊。试一下嘛，不用怕啦，沙轮洗掉而已、啊。对啊，用沙轮洗掉就好了。保护身在救生。哦，那还不错啊，还可以啊。哎，好的，可以了。现在不是单一属性都好了，嗯。对，你知道最惨的选项中，你看什么都觉得是好的。被烧死了，怎么被烧死了？因为你们对你们推荐我带那个打火机出门，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烧死把自己弄回来？不是啊，好远哦。珍惜生命哦，就打指令就好了。为什么把自己烧死嘞？啊，对啊，你总是 TP 回来。他等下对啊，他不会打 TP， 他只会打 Clear。行啊。哎呦，他的 T 跟 C 有点近啦。不是，他是要打 key 哦，然后打成每次都打成 key。为什么 key 哦？很顺手、啊。哪里顺手啊？我不懂。一个 K 开头，一个 C 开头，怎么会顺手？你键盘很近是不是？可丽尔这个词在我脑海比较。就是每次想到要打指令的时候，脑袋出现的就是可丽尔。对。觉得顺手。哎呦，摔半折，好像。我说怎么会顺手？这两个。不管怎么样都是很远的啊，哎，C 跟 K 离了一二三四四个按键呢、欸，不是啊，就在干嘛啊？
回来了，这是说谎的味道。醉鱼啊，刚刚那个地方真的都钻石哦。嗯，我在那边收了33颗钻石回来。我回来了，我帮你抽。毒蜘蛛圣盔钻石需要留吗？可啊。都先留着、啊，看你有没有要做。看你，我刚已经挖掉一个，又看到一個。搞不好后面真的会奖励是给那个啊蛋有没有？哦、哦，可以哦。哟，回来了。你就有那个小鸡蛋了，有没有？就可以不用怕。你也太多猫了吧？三只、啊。欠杀有没有任务是杀猫的？哇！很多会把他们，把他们关在家里，他们不会出来。我会找到他，然后我就有人过去把他的猫全部都站起来这样子。对，哎、欸、对，正好一半瞬移到旁边去。影院在哪？哎、欸，我跑回来，我的小猫都长大了。我先上去买箱子。超久。哎呀，先上去买箱子，先去买箱子。老鹰头，走，老鹰头，过来。阿纪，我要开箱，好箱箱箱箱，新一个给你。哎，箱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放出来，然后先不要开它。繁星先，你在哪里？好，我们在任务区。我也想看，等我，等你。好了，我来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到了。哎、欸，给你吧。哦，这把可以，这把可以。头颅是什么？风力是加修补。哦，有修补哎，很棒哎、欸，棒哎、欸，错了。来，下一箱。等一下，先不要开啊。哎，对不起。就在。等一下，有人来了。不是人，老鹰来了，老鹰来了。老鹰在地底下啦。什么？那是谁？丝绸修补效率那久。哇！铲子，开箱不错。这个铲子可以，我可以去铲沙子了。你可以铲沙了。哦，来，再来一箱，第三箱，这里。第三箱。等下，乞丐要做乞丐该做的事情。要不要开？给你开。我开吗？有头颅哦。给你。哇，这有点慢。哇，消失诅咒，不要死就好，不要死就好。哎，可是很难呢，很难啊，這個、很难不死。现在就不见。那消失诅咒是喷出去才会吧？你有防喷的话，基本上那是没用的、啊欸。是吗？对，好像是。我死掉是、欸。哦，来，这是乞丐该做的，给我。收起来，收光。收箱。哎呀，你斧头要留着吗？给你啊。我只要我的头就好了。你只要头，好。对，我要我的头。哎、欸，什么？怎么了？欸、头、哦？怎么了？我刚才找我的猫，我想说不是三只，一找我的头，找你的头，不是我的头哪里？我的头不见了，我的眼球掉了，眼球不见了，眼球你在哪里？多久之前死了？还蛮久的，好久了。我要去铲，我要去铲一些草地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对，你可以铲草地。对啊，你可以卖草地啊。嗯，我可以跟你 A 一颗钻石吗？拿去啊，我差一颗就可以抽了。去吧，耶、yeah ！哦，怎样？橘猫基因比较强大，是不是？比较胖，真的、啊，一只虎斑跟一只橘猫，然后就都是橘的。哦，你说生出来哦？对啊，橘猫好像都会比较胖哎、欸，真的、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猫咪橘色都比较胖哎、欸。啊，十只橘猫九只肥啊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哎、欸，就橘猫特别瘦哎、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是唯一剩下的那一只。我是第十只那一只。现在变危险！哦，啥？抽啥？怎么了？丝绸钻铲还修自己做？哇！丝绸钻铲消失可以啊？怎么说的？对吧、啊？照这样一直修补之类的吗？还好，嗯、没有就丝绸。哇！就丝绸。哇！尴尬呀！哎，这运气小弟，晚上来找僵尸村民啊！啊，不是有村民的吗？你还要找僵尸村民？不是啊，那个还没啊。哦，变回去的那个。对啊，在家里生个铁人塔。
哇，效率耐久，丝绸之处搞什么？橘子兵很瘦啊，对，橘子兵是少数瘦的，是真的。哦、不，他最近不是，不可是他最近变胖了啦。你去看他最近的。不，他我最近看他的影片就越来越大只了，基因回来了，发育比较慢，对，比较慢，对，跟高中男生一样，只是还没胖而已。对对对。真的有差，我还缺八个钻哎、欸，还有多。你家那只猪力也，你可以跟人家租借啊。我钻抽完了，剩三颗。我再挖一下吧。我上面还有两颗，你要吗？可以解任务啊。我觉得现在任务好难解哦。嗯，笑，有点难。还是去我的矿道看一下吧。这样很好了，耐久效率。那橘子兵跟欧里欧拉他们是同一批的啊，对啊，那欧里欧拉就很轻哎、欸他们是不是就没有很胖啊？超瘦的，对，还是公猫跟母猫有差？哎、欸，橘子兵是公的，對啊、公猫欧里欧拉是母的、啊、吗？可是通常不是应该是，哎、欸，还是我印象错？你怎么记得是母的会比较？对、啊，我记得不是通常都母的比较胖吗？对啊，通常真爆了。真的吗？嗯，对啊，母的都比较胖。我也记得母的会。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有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还是你？猫咪？还是你是想说母的都比较凶？开心哎、欸！对啊，我是觉得我有点在暗指什么东西。小雨，你有没有突然有点不爽的感觉？对啊，不知道是什么。不知道为什么我拿着打火机去大家去。对，集体集合啦！我也拿打火机，该过去。没有。一人拿一个。哎、欸，有啊！打、那個！小雨洋洋，我楼上开放点火哦。不要！我楼上一堆人呐、啊。哎、欸，对耶，那我怎么这么多僵尸是在干嘛？他们生气了啊！这都是母僵尸啊。原来是这样。你看，我把引过来，我没有把引过来的啦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抗议了，抗议了！哦，难怪你要白色羊毛那么多、哦。对啦，啊，我死了！你怎么又好讲？哎、欸，那你可以，其实你可以去挖雪啊。可是雪我怕会融掉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雪不会融啊、哦，不会啊。你啊，你不是建筑师？把不把把不的部分啊，把不，哎呦，干嘛？你为什么笑把不？我喜欢把不怎么了？突然想笑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可是我就是突然想笑。啊啊！喝酒啊啊！小雨，没有，小雨在干嘛？没有，所以你是因为宝布想笑还是？我不知道，我要挖。看来是因为宝布想笑啊。你是要做雪人吗？也是可以回去。以前还有一个很红的那个偶像剧叫《浪漫宝布》啊。有吗？防爆不能有啊？没有吧？不能残雪哦。那个好像有，好像有。浪漫宝布啊，嗯，是宝布啦，那是他的续作。哦，对。他在描述他们就是成功，对，可能成功在一起之后开始一起卖把布这样。哇，对，创业成功的故事。对，创业成功的故事，哎，励志哦，推荐大家去看哦，很好看，对，很好看，对，真的超好看的，很推。浪漫把布，他好像只有在那个二月三十号才会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对，哦、所以对，你们要把握一下机会。哦，那很机会难得哎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还真难得，这一辈子可能都没机会。有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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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机会。做梦的时候就有了。做梦的，记错日期的时候就有了。哎呦喂，等一下，你们聊天是有人还真的相信我？那假的啦。骗人家纯真的，都讲二月三十号了，怎么还会是真的嘞？对啦，假的啦。他们有时候没共鸣，你们有共鸣我就觉得害怕了。你有共鸣我也会怕啦，说实话。有共鸣才可怕吧？怎么跟团团没有话题？他在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这时候只要点头微笑就好了。对吧？尬笑。嗯嗯，对对。哦，对啊。对对对对，就是那个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嘛，就是那个，对啊，没错啊。嘿，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啊。
我知道啦，那个我之前有看，我知道啦。对啦，哎、欸，真的很好看呢、欸，真的超好看的。对啊，好看到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是半颗星啊，你怎么是半颗星？看他都被解掉了，看他。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？什么状况？为什么是小雨？哦哟，喂，小雨为什么爬在我阴间上了？然后你把阴间拆了吗？好可怜哦！不是，你让我成功下来，我要拆银角，谁知道你爬上去？哇！怪哦，突然！这种施工意外好像蛮常发生的。对啊，这施工意外哎、欸！我是不是每一周都一定要弄死小雨吃啊？天哪！爆累死、欸！小雨，你知道我要干嘛？你知道我干嘛？你在哪里啊？你现在在哪？啊，我在、oh. 我在。来来来来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啊，没事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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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没事。哦，摔、哦哦，你有个任务是要用雪球丢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难怪你要找我。哦。哦，那我觉得摔死你好像可以啦，摔死可以。我想说你刚刚上面，我怎么知道我一爬到一半你就跳下去？哈哈哈哈哈。哎、我笑死！我笑，有人被烧死了。好，这样了。来啊，丢雪球啊，快！你在哪里啊？尿憋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，你真的看起来像熊猫哦，对不对？超像熊猫的，超像的、欸。看一下好了。蜜蜂掉到地上。它是不会飞的蜜蜂。对不起，爱的蜜蜂。啊、哦，这样还能死？天哪，我真的快追上去了，不要啊！哎呦，为了盖这个东西，我为了盖这个东西，你是喜欢我，我是听到这个。天哪，这么想追我？天哪，我的妈呀！妈呀！不红石啊，我的妈呀！反正你在哪里？等一下、哦，我不跟你讲。等一下哦，我才不跟你说嘞！我在淡水。你要来吗？轻轨搭得到哦。好了，等一下我等一下就回去，我等一下就我要站立一下下。有人拿章鱼烧给我，可是他说要赶公车。好爽啊！章鱼烧可以吃，搞不好章鱼烧都已经凉掉了。章鱼烧，章鱼烧，我等一下吃给你们听，再赶呀、啊。我准备好了，我等下去夜市找找找。不要，好好，我是说说的啦，我只是说说的而已。我等下买回来给团团吃。不要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不要，我这么久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是的，我拒绝。他真的越来越近。你只是想要害我？没有，你只是想要喂胖他。我不要，姐。然后等一下以后看到那个短团就说啊，这哈基奇耶啦，啊哈基奇耶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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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什么东西？好好，我要回去了。小雨，我怎么把炉子的经验拿出啊？哎，我来来来来来，这个交给，对不起，我没有空。你在那个漏斗那边放个方块，然后用压力板那个，或是那个那叫什么？嘿、hey, ，反正你懂，就是要让那个红石充能，那个让它充能，让它不会往下漏。嗯，不会往下漏之后就可以直接一个拿出来了。来，我示范给你看。哦、你只听到，你不是说你没空？你刚不是说没空？好，我要站你，我站你一下。突然有空了，突然有空了，突然有空了。哦，为了经验啊、嗯、拜托。我看看能不能充到20。团、啊、团，你的风车，哎、欸，如果成功要分我。什么是什么？我是这个方向，不然你要干嘛？我、哦、那个我那边视野非常的差哎、欸，你那边视野很差。邻居抗议，邻居抗议，可以吧？我的风切声还很吵哦，不行不行，东西发现是不是？不是啊，我这个地方才看得到大家的东西啊。哇塞，你好奇怪哦，直接这样子讲，不行不行，才十五等而已，还不够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啊？还有什么任务啊？哎呀、啊，
啊，我在野外。你在野外？你喜欢在野外？那等你回来。哈，你喜欢在野外？洋洋，洋洋，你刚刚讲了，你们两个，我刚听引擎的声音，看风景嘛，对不对？野外。